去一个叫乌鸡国一个乌查法寺，是一个高僧，然后因为那个玄奘经过西域的时候，一个小和尚到我这里，我就看有一点瞧不起他，因为我是一个大法师，要跟他辩论个佛法，他给他的见识还有他的胸怀感动了我，我就这样的请他，是不是？他堂哥是特意来帮我们来客串这个角色。嗯，所以那我们能问一下潘正义先生参演这部电影的这个感受是怎样的吗？我觉得很荣幸，有一种使命感，能够把中国把这佛法精神，让国内几千年的那个佛法精神，大家觉得只是一个使命感。然后我这个角色以后，我本身我就考虑怎么去演，因为这一个是一个法师，那我不能把它演成一个很让人反感的一个反派，那我变成就觉得应该收敛一点，让小美跟他对辩论时候，把自己的给他感动到我，然后把自己也是一个法师，我觉得真的是让我真的学了很多东西，一个很荣幸跟那么优秀的团队，还有优秀的导演，还有新主持辩论这个佛法，要给他的行为跟他的大的能量所结合，那我就是变成把它收敛一点去发挥这样。